欢迎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，大家现在好啊，我是一名户外旅行主播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啊，现在在宗老边境的大山给大家开上一场直播，所在位置啊叫磨函口岸啊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两个口岸，一个是磨函口岸啊，是直达老挝，还有一个叫达洛口岸呢，是直通缅甸的。哎，所以说就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做上 一场直播啊，因为啊我喜欢这个大山里的生活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而且这边的空气环境特别的好，适合慢生活，也适合呀、啊、大家呀、啊、过来旅游啊，来看一看这边的景色。翻过前面那个山就是另一个国家了。那来到云南啊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大家也知道中国呀是有56个民族是一家，其中啊有52个少数民族来自于咱们云南省份云南地区，也有啊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叫基诺族，就在这边的基诺山上，那是我们52个少数民族中的最后一个。那在云南这里呢，为什么叫傣族自治州？因为这边的傣族啊，少数民族的傣族人口大概常年居住的有30万左右，这个国土面积啊是70平方公里左右，边境线长呢996，所以说呀、啊、就是这么个地方给大家做上一场直播。来到这边呢也知道了，当地人啊有一部分收入啊是来自于眼前的这个树啊，这个树是叫做橡胶树。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长得瘦瘦的高高的，这个橡胶树每年都可以结胶水，就是在这个树上啊，到了5月份以后划上一刀，这个胶水啊会流到这个碗里面，把这个胶水收集起来，就可以制作成啊我们使用的橡胶乳胶枕和乳胶床垫，包括我们穿的鞋子鞋底，还有一些轮胎都有它的成分。那今天来到了好朋友家里做客啊，来到了这个阿玉的家里啊，我看阿玉在这面呢，咱们过去打个招呼啊。有喜欢大山里的生活的，喜欢旅行的，咱们稍作停留啊。哎，阿玉你好。阿玉好。哎，阿玉打扰你一下、啊、你在这忙什么呢？啊，我铺一下院子嘛。铺院子呀？对呀、啊、不是，那你家这院子可够大的了啊，你这也太能干了吧。这铺条路嘛，要不总下雨那不好走嘛。啊，哎对了阿玉，你看你们这边的女孩子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能干活，以后谁娶了你们呀那可是有福气了。都要干活的嘛。都要干活呀。对呀、啊、但是这个铺院子呀，我看你在这呀，这还需要和水泥什么的，这都是力气活，都是男人干的。你老公呢？他怎么不帮一帮你啊？我老公，嗯，人家还没有男朋友，哪里来的老公啊？哦，阿玉，你说你还没有男朋友？对呀。不会吧？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以为你嫁人了才这么问的。你还没有嘛？哎，那我来到这面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听他们当地人啊跟我说，这面的女孩子成家呀。会相对早一些，那我能问一下，你今年啊，有多大了？我今年多大了？嗯，那你看一下我有多大了吗？我看一下呀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这可把我难住了啊！这女孩子的年龄，咱们能猜准吗？而且呀、啊，是个秘密。那你们觉得阿玉今年有多大啊？那阿玉，如果我们猜了，猜错了，你别生气，行不行？哪那么容易生气嘛？不会嘛？啊，不会是不是？啊、那我们就猜一猜啊。我觉得呀，像你这个长相和身材啊，你能有个22、23岁就不错了。22、23岁啊？啊、嗯，差不多了嘛。差不多是不是？啊，接近了嘛。哎呦，加油！你猜的挺给力啊，你这猜40岁。40岁啊？嗯、啊有点大了是不是？哪有那么大啊？哎，有一个哥哥说你有24岁吗？25岁了吗？25岁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那你这年纪也不算大呀。还不大啊。啊。那在我们大山里我都算是大的了吗？都算是老姑娘了吗？哦，在大山里面这个年纪就比较大了。对呀、啊、哎，那你都这个年纪，那不谈男朋友，是不是你这长得漂亮，是不是你眼光特别高啊？眼光那不是嘛，那想找找不到嘛。你看我们大山里的女孩子很多，男孩子少，不好找吗？啊，这样啊。对啊。哎呦，欢迎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，主播现在在宗老边境的大山里面啊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叫阿玉，他呀今年25岁啊，有喜欢的咱们给点点赞赞好不好，免费的赞赞点一点，进来聊聊天，
不需要刷礼物，不要破费啊。那阿月，那你这个年纪在这大山里也不太好找人家，那你自己着没着急呀？不光我着急了吗？我家里阿爸阿妈呀都跟着着急了吗？啊，爸爸妈妈也跟你着急啊？对呀，他们担心我这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，那怕以后找不到了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你这年纪一点都不大。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呀、嗯、就是你以后想找什么样子的，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，咱们能聊聊天吗？就我以后喜欢什么样的啊？嗯，也想过嘛，那我肯定要找那种身体好一些呀、啊、有力气的嘛，年纪上大一些的，那大个10岁十多岁都可以嘛，人好一些嘛。不是阿妹，你说的这些条件啊，这都是最基础的了。我觉得你这跟我们那边女孩子还有点不太一样啊。不一样啊。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？就是首先阿玉这个要求啊，没有说什么物质那么像我们那边女孩子那么物质啊。那你刚才还说年纪要稍微长一些的，对啊，大一些的、嗯、那为什么呀？那年纪大的成熟稳重嘛，那以后还能疼我呀，还能照顾我吗？啊，找个成熟稳重会疼你、啊、能照顾你的。对呀、啊、哎呦，那你放心阿玉，我身边的朋友啊，就我们那里的人都会疼老婆、嗯、啊，我看你这手啊是不是都划坏了、啊、这不小心碰了一下。不小心碰的、啊、我告诉你啊，在我们那边啊，就是女孩子是不需要干这个力气活的、嗯、你们只负责貌美如花，他们负责赚钱养家啊。家人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说的对的给我打个对子，说的不对啊，你们就给我啊打个吹牛好不好？那阿妹你说的会疼你，都会照顾你啊、嗯、会照顾阿妹的，会疼她的，给打个会子，我看有多少人会啊。还有啊、嗯、你刚才说身体健康我能理解啊、还要找个力气大的是啥原因呢？那力气大的能干活吗？不是，干啥活呀阿妹啊？干农活吗？干啥活吗？我们家不光有地啊，还有山，那还有这么多橡胶树，那好多活等着我们干嘛。哦、原来有这么多人会疼你阿妹，就在我们那边肯定会疼老婆啊。感谢互动的家人们啊，小赞赞在帮主播点一点啊。你是说农活多？嗯，哎，那我问一下呀，你像这个力气大的在这靠力气赚钱，一个月赚多少能算得上是多呀？干得多赚得多啊，每个月能赚个3000块4000块，那就算是小老板了吗？啊，3000块4000块在你们这个当地啊，你说收入就算小老板了？对啊。哎呦，那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这不都能达到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那边平均收入就这么多。你像一些一线城市啊，7000-8000、10000多的都有一个月。你说他们能赚那么多啊？啊，当然了。那赚个7000-8000，那10000多，在我们这都是大老板了嘛。啊，那样那算大老板？对啊。哎呦，欢迎走进来的大老板们啊！是大老板的，在我直播间的打个赞字啊！大老板们辛苦了，给点点赞赞。那我直播间都是大老板，也都会疼老婆。你这样呗，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嗯、就是你这边啊，打算要多少这个彩礼啊？彩礼啊？啊，我不要彩礼的嘛，那阿哥人来就可以了吗？哎呦，还有这好事呢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你说得阿哥人来呀？啊。那你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叫上门嘛？上门女婿，就是上门老乖嘛。啊，这面叫上门老乖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那要是老乖来到这个山里跟你一起生活，就可以啊。那不，我还会给一些心意钱啊。啊，你还要给他一些？不光心意钱啊，我们家这院子里的橡胶树啊，山上的果园啊，家里有的都会给阿哥分的嘛。啊，还给分这个橡胶树？对呀、啊。这个可叫发财树啊，每年都能结胶水的，家人们啊。那可以啊，这条件。那不光这些啊，以后我再多干一些活，多攒一些钱，那条件好了，我还会给阿哥买个小轿车吗？哎呦，你还打算给阿哥买小轿车啊？那你这太可以了，阿妹。你家有的，我们家也要有吗？啊，你家也得有啊。行行行啊，感谢背影送的爱心啊，喜欢交朋友的，咱们点个小关小注啊。然后来到这里的就是。主播是户外旅行主播，在这个云南的大山里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叫阿玉，他25岁嘛，想找这种上门的。但是阿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外面的生活也很好，你有没有可能啊，走出大山去外面看一看呢？走出大山啊？对对对，家门让阿玉走出去行不行？行的话给打个行啊，我问问可不可以走出去。我倒是有想过嘛，那我还没有出去过，不知道去哪里嘛。
啊，不知道去哪里啊？那你这样呗，直播间的家人们愿意欢迎阿玉去到你城市的，把城市的名字打在公屏上，我问一下可不可以啊？你们是哪个城市的家人们啊？欢迎他的就打出来，好吧？你这样，阿妹，你看你不知道去哪儿，我的朋友啊，有在上海的啊，然后还有在西安的，还有啊，还有哪里的？还有江苏、杭州、北京的，陕西咸阳的，这些地方啊都有好朋友，你都可以去的。你说的这些都是大城市了吗？我虽然没有去过，但是以前有听过嘛。你也听过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样，如果你去到这些城市啊，有人接待你，你下了飞机或者下了车呀，他们会接你，安排你吃个饭什么的都没问题。你说我去了，他们还请我吃饭啊？啊，对啊，待客之道嘛。他们也这么热情。能请阿妹吃饭的，你们打个能字，让阿妹看看咱们大城市的热情。那听你这么说，我现在就想去了嘛。你现在就想去？对呀。那你这样呗，阿妹，你现在去的话，不就是差一张票钱吗？不行，我给你买一张票。你想去哪个城市啊？咱们就去呗。那你还得等有机会的嘛。我现在有些走不开嘛。你有些走不开呀。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我是家里最小的，我还要留下来那照顾阿爸照顾阿妈嘛。你刚才咱们有点冒昧了，也没问家里情况啊。原来阿玉啊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她留下来照顾爸爸妈妈。那这一点呢，可以说是百善孝当先，这阿玉很孝顺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那你上面应该是还有哥哥姐姐。我有两个姐姐嘛，那没有哥哥吗？只有两个姐姐啊。啊，哎呦，三朵金花。那他们都已经成家了？大姐成家了嘛，就嫁给隔壁那个阿哥了，就 有小轿车那个两层楼的那个。大姐姐就嫁这儿了。这个不错呀，这条件她家。那大姐应该过得很幸福是不是？对呀，那现在家里就剩我和二姐了嘛。你们两个还单着呢。啊，那二姐比你大还也单着呢，那她是不是长得没你漂亮啊？哪有嘛，人家是眼光高嘛，个子比我高，那身材又比我好，能歌善舞的，那不像我每天只会干一些农活嘛。那要是比你还好看，那得长什么样子呀？阿玉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啊就已经很漂亮了，这要在城里面，你啊烫个头发，穿个晚礼服，再穿个高跟鞋，是不是家人们得特别漂亮？觉得阿玉漂亮的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跟我的眼光是一样的啊。那你这样呗，二姐姐以后有啥打算吗？她嘛，她以后就不想在这个大山里生活了，有机会的话想去大城市发展一下嘛。去大城市发展。对呀。你看这么多人啊跟我眼光一样，都说你漂亮啊，给这么漂亮善良的阿玉啊点点赞赞好不好？小心心点一点，不需要花钱的啊。然后那他想去大城市发展的话，我朋友都是大城市的，我们能不能跟二姐姐啊交个朋友，以后他去了的话有个照应，你看行不行？交个朋友 啊对呀，交个朋友嘛。可以嘛，你跟我回家坐一下，正好我也休息一下嘛。那行，那你休息一下。这样直播间的家人们啊，嗯，二姐姐呀，想去大城市发展啊，然后啊咱们交个朋友，以后有个照应啊。那这面就是你们住的地方。这个房子是老房子吗？那活干完了就会回新房子住吗？就是这段时间。对啊，还有新房子。有啊。那你叫一下二姐姐好吗？你随便看一下吧。好好好，家人们啊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中老边境的大山啊，翻过那个大山就是另一个国家了，叫磨韩口岸啊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啊就是一个旅行直播的直播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给大家分享一些啊主播的所见和所闻啊。那来到这边啊就认识了这个阿玉嘛，然后跟他聊一会儿天。那个你先等一下啊，他去地里给阿爸阿妈送饭了吗？送饭了。对啊。那阿玉我进去等的话，家里现在就我自己啊。就你自己？对啊。不是就你自己，那我进去这孤男寡女的不方便吗？家人们，孤男寡女，你说的也是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怕别人说闲话误会。不太好听，那毕竟你还没男朋友嘛。不行，你晚一点来嘛。晚一点来。对呀。对，那家人们不行，咱们晚点来行不行？还是说咱们现在呀就进去等一会儿啊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呀？就是说，这样吧。阿玉啊，我做直播的，这里有好多人，他们都能听见，能看到。如果能愿意帮我作证的啊，打个能字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帮我作证？
那对呀、啊，那我这直播不关行不行？那直播我也看到过嘛，那你可以啊。可以是不是、嗯、那这行啊家人们啊，山东青岛是不是这么多人能帮我作证啊，哎呦家人们辛苦了啊，再把小赞赞点一点，那咱们现在就进去好不好，说是时那是快的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这是你们老房子？对呀、啊、这还烧这个木材做饭了、啊、这平时在这面做饭吗？哎，用这个木材烧出来的饭特别香。那你要不走晚上可以在家里吃吗？啊，在家里吃 啊。哎呦，你们这边的人啊特别热情还善良。哎阿玉，你家这个老房子这得多少年了呀？30多年了。嗯，哎呦还用这种的电闸呀，还有这个灯啊，那真的是老房子了、啊、有机会啊有条件你们就把它保留下来，现在我们在城里住楼房、嗯、想找这种平房啊都找不到了，挺好的。那我有机会连你去我们家新房看一看吗？啊，还有新房看一看、啊、那行，我看后面还有个屋子呀。你说这个啊、嗯、这个就是平时住的吗？啊、哦，和阿玉聊天、嗯、你们喜欢啊？这是平时住的地方。这帘子后面就是床啊。啊、嗯。这边阿爸阿妈，那边我和。那家们，咱经过允许了，进来看一看啊。他说这个帘子后面啊就是床，因为在云南这边啊，常年都是30摄氏度以上，所以这边啊都是用帘子隔开，这样比较凉快啊。然后这个是他家的老房子，还有新房子呀、啊。这个老房子确实是老房子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的？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这是赤昂长贺龙红的啊、太感谢你了阿妹啊。哎我问一下呀，这在大山里面你们这平时经济来源都是什么呀？经济来源就靠什么生活呀？那每家都会有山有地的嘛。我们家不光有山有地啊，那是还有果园还有香蕉树，那就靠这些就够了嘛。啊，就是务农呗。对啊。哎，我来到这面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了这面没有什么重工业，也没有什么污染，这个空气特别好啊，环境指数也好、嗯、然后啊人呢也都比较长寿，没那么大压力啊。那都那采一些菌子啊，采一些茶，或者是采一些山野货拿到集市上去卖吗？不，那你也要去山上采吗？都要去的嘛，那我这么大我也不能朝家里要零花钱了吗？哎呦，你这还挺能干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山路啊，山上很危险，不好走。但是越难走啊，这山里的宝贝啊就越值钱。那这大山里，云南的大山肯定有很多宝贝，你这个拿下去能换挺多钱吧？嗯，还可以嘛，就不下雨的话，那每周能去山下的集市上啊，嗯、走个几里的山路，好的时候能赚个200-300嘛。哎呦。你是说你要拿几山下的集市走几十里山路、嗯、然后好的时候能换200-300？那200-300还少啊？不是，那200-300还不够主播呀请好朋友们吃顿饭的，对不对家人们啊？那这阿妹赚点零花钱也不容易啊，给她点点赞赞好不好？这么善良这么努力啊。吃饭啊，你们能吃那么多？哦，我们这去镇上吃个饭就几块钱够了吗？啊，那你们这物价比较低啊、点赞赞的家人辛苦了啊。那你这样呗阿月、嗯、你看我来到你家了，有没有你采的山货什么的、嗯、我要看一看啊，可以的话我买一些，这样你就不用下山去卖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也想要一些 啊买一点嘛，到哪儿我都买东西。那山货好带一些，就外面还有，我一会儿带你去看。啊，要下雨了吗？啊，屋里有一些。啊，行行行，这个美女真漂亮，是不是？喜欢交朋友的，喜欢跟这个阿妹聊天的。这边都是有人要的吗？打包好啊，咱们就留下一会儿啊。你说这边打包的都有人要了。那有人订。你采的？哎呦，你这个我都认识啊。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家人们？有没有吃过的？这个是什么？阿妹，这个是雪燕吧？啊，你也知道啊。我父母一直在吃啊，吃一年多了已经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山野货嘛，吃了对身体很好的嘛。那肯定的，你们这边都吃这个，这就叫山珍海味里的山珍了。那这个很好的，我呀、啊、是让父母吃当滋补品买的、嗯、是跟植物燕窝嘛。它纯植物的嘛。对吧、嗯、和燕窝有一样的好处。嗯。那这个雪燕就是打包好的，有人订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那这还有这红雪茶。这是茶，这个认不认识吧、啊、天麻是不是啊、嗯、这个我不认识啊。这个三七啊。哦，这是三七是不是啊、嗯、哎呦、牛蒡也是煮茶的嘛。那牛蒡是好东西、嗯、我知道。嗯，这边还有红糖蜂蜜啊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就是泡好的雪燕，我们留着当晚饭吃的嘛。啊，你这是泡好的啊。